同学们上课喽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nnie。昨天刚考完111年的国中会考，是108课纲的第一届。其实每次拍完学测或指考的时候，就会有粉丝敲我问我可不可以拍统测或者是会考。我其实从来没有写过国中会考题，那今年刚好又是108第一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挑战，还有欣赏一下今年的考题，挑战看看 Bonnie 可不可以提早交卷。然后我有计时，我们手表带反的，这样你们才看得到。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我还没有看过今年的考题。501点是 BC 上，中垂线 B 等于 C， 这个大于90。一等于二，然后一大于三。哦，题目好长哦。缓降梯，三楼安装缓降梯，时候不系安全带，每层楼3公尺。哦，安装在8楼，所需要的层长。所以是1.6，然后这边0.7加上3×7，9B 是60，这边65，所以9B 是55。那题目很长嘞，需要购买打8折。一定是第二件6折，跟8折，一定是8折比较划算啊。然后0.2x 等于50 ，B G
是重心 ，B C 终点，换一个圆，一比二，这个一，这个是60度。CG 的长度三角形 ABCD 在 AB 上 ，E 在 BC 上，AD 等于十 ，AF 等于16、14、8。CG 的长度是32，16减掉 FG，FG 是。7等于9，6、8、10、5、9、6。对 ，AC 加 AD 等于 AB， 那这个就等于 B。过了多久啦？开口向下跑五线，然后向上移，向上移，BC 比较大 ，B 等于 FAC，B。珠等于 AC，BB 珠一等于角 C， 所以这两块是全等的。这块的面积比上全部的5比6，然后减10等于6，6比16，3比8。啊，光通量，顺便让国中生认识光通量吗？没有，发光效率是光通量与功率的比值。好，甲是这个跟这个的效率，效率这个是。72，这是12000除以14，等于1/7600，大于80，756。所以讲错。PA 灯管中量你是对的。90只，5度点，90乘以，这个就是功率，90乘以40。除以1000乘上减掉120乘上28除以1000乘以5T 大于15000，这个是3.6减掉280+56，3.36，乘以 T 大于3000，0.24T 大于3000 ，T 大于
飞旋。60个小时，十天乘4个，15天，15×24等于30，等于12，等于360。4×18等于286，可。题目好长啊！题目这么长，结果只是要问我11×4吗？已知28张牌值是18，所以 A 加 B 是28 ，A 减 B 是10 ，B 等于9。张牌下一张是大牌的，所以是52×28分之。5×4=20，等于24×11。哦，没了。11分6秒，所以离提早交卷还有19分钟，还有19分钟可以检查，然后再提早交卷。哦，我刚才忘了用麦克风讲话了，大家听得到吗？然后说一下我写完之后的心得，我觉得几何好像挺多的，很多三角形啊、重心啊之类的东西，感觉蛮多的。然后，第二个是我觉得阅读量好大哦，就是题目很长哎，最后一题很傻眼哎，他题干超长，然后他只是要问我11×4是多少，但是确实就是对题目的阅读理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。虽然阅读量很大，但是计算量很少，要不是要画卡要写答案的话，甚至就不用动笔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挑战就到这里，应该算挑战成功吧。那我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咯，拜拜。